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修华严二字梦境还原观》第19面，咱也是对第三行看起啊，对六，六起六观者。以前我们即观即智，离去即智即观，何以故？理事无碍，法如是故，定慧相容，离分则故，一道相接，绝缘休故。大用自在，无障碍故。头前，有教，理事无碍。无著、慢法、确实有无尽的恶力，有无量无边的变化。毋是咱用言说讲会真诶，也毋是讲用咱诶心理思维会当想会到诶。咱诶言语，咱诶思考能力非常有限。对于一切法的真相，佛法内面常用六字，来说明性相、理事、因果。万事万物总离不开这六个项目，伊啊到底对倒位来呢？是咱的自性变现出来啊，自性内底圆满的具足。自性是袂当分割，伊是整体，大到虚空法界是一体，细到一微一尘也是整体。这是大乘教内面常讲的不思议的境界。华严经尾后一品，四十华严的经题，就是立不思议解脱境界，普贤行愿品，立的有能力，有所立，不思议解脱境界是所立。
普贤行愿是能力。哇，即句话讲，修普贤行愿就会入华严不思议解脱境界。咱会当讲，毋是普贤菩萨就无办法入。普贤菩萨甲一般的菩萨有啥物差别呢？差别就在圆满的菩提心，这普贤菩萨了。什么叫菩提？菩提是梵语啊，反正中文的是觉悟的意思。圆满的觉悟。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，即是好梦境都无啊，迄、那个梦真正是长真清清气气，所以伊还原咯。即地明白咯，明白法界是甚么款呢？无障碍，离无碍，思无碍，离思无碍，思思无碍。为什么？法如是故啊！佛家的名词“法理如是”，就是即地讲的法如是故，伊就是即款的，本来就是安尼啊。即内底无理由的。如果你若想理由啊，你搁伫咧分别执着咯。一个有分别执着，就处处啊，拢是障碍。障碍对对来呢？障碍是咱家己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啊，变现出来。佛在经上啊，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伊这话就是呀、啊，世间法啦。出世间法，你呀、啊、用的是世间的心境界。出世间法也是世间法，这还怎样？话实在讲，无什么世间出世间。为色所变啊，对心相生啊，若心无想，什么障碍都拢无咯。迄、那个话叫做大圆满，叫无障碍法啦、啊，一个起心动念。就变质咯，就碍咯。你起心动念虽然有碍，也无算个真大。可是呢，如果有一个分别，障碍就大咯。一个分别，
伊真发界的是无从岩土，就无看到了，变做是发界。如果对分辨内面过去执着，迄麻烦就大了，事情发界都无去了。六道出现了，六道是染污啊，即内底有善有恶，善较侪，恶较少啊。第三善道啊，恶侪善少就变成三恶道咯。十法界。讲的文献是无共，即个道理现象，咱感激佛菩萨，甲咱讲出来。咱啊，总算是明白咯。明白了后，最重要的一件代志，中国古圣先贤常讲的“处决必凶”啊，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聪明人啊。处决必凶，毋是伫外面，伫内心，内心内面，甲凶恶放下，甲善念、善心、善行。提起来，现在一般人所讲的自然的灾害啊，人为的祸害，真正自然都无了。佛法讲内行啊，向内无向外，对于家己内心内面啊。去做啊！如果是向外求呢，永远是袂当解决问题。这还知影？为什么向外求？你肯定会分别执着啊！分别执着是制造麻烦的物件，伊哪会当解决麻烦呢？伊制造啊！啊，什么才会解决问题呢？内心的清净平等觉，就把问题解决了。所以，事理无碍接头，就是跟人讲定慧相容啊。怎样相容？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。这是佛门内面啊所讲的禅定。甲外道所讲的是无共款，外道修行，定中无慧啊，慧中无定啊，无论啊，伊是修定修慧，拢未成就。这个道理。我伫经典上讲起太侪咯，定慧相容，定慧会让
何谓体用啊？定是体啊，非是伊的作用啊。定气作用是智慧。如果换过来讲，非是体，定是作用。真正佛甲大菩萨应化伫十方界，伫六道，亲像释迦牟尼佛伫即个世间，甲咱实现八相成道啊！显示出圆满无比的智慧，八相成道对投胎到双丘那入般涅槃，佛有起心动念无？无啊，起心动念都无啊。伊啊，哪会讲有分别执着？迄著是常在定中啊。八十年啊，实现八相成道，佛伫定中啊。大乘教内面上讲诶，若倚常在定，没有不定时啊。对什么所在会看到呢？对象相，你就会看到啊，就爱会晓看，你袂晓看咧，你是看袂到。但古所谓会晓看的看门道，袂晓看的啦，看老力啦。啊，看老力你毋知影，看门道你就知影。大智慧的表演，伊啦拢伫定中啊，伊也无起心动念过，这是大定，究竟圆满的性定，和自性本定，啊，咱有无拢嘛有，每只拢有。为什么咱袂起作用呢？咱因为烦恼啊、梦想执着啊，该种来着。虽然有，伊袂起作用，伊所起的作用是梦想分别执着，伊起即个作用啊。那像自性顶面盖一层啊，涂粉的起作用。有会看伫下面啦、伊有变质无？无变质，永远袂变质啊，永远清净。所以佛教人啊，无别项个啊，佛袂故宫啊。为甚物呢？你修行成佛，佛讲我无互你一点啊，也佛好难的，只是甲伊的经验，甲人讲，甲伊所看到的即个真相啊，甲人讲，啊，咱今仔日看袂到的原因伫倒位？即个甲人讲，甲咱看袂到的原因，毒气啊，啥人毒，家己毒啊，别人袂当帮忙呀、啊？为什么？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是你家己做的呀、啊，毋是别人甲你做的呀、啊。别人甲你做的，别人就会帮助你毒气啊。这是你家己自作自受啊。啊！除了你家己以外，无任何人会当甲你帮忙啊！
别安怎读的，会记得咯。放下，我讲一句老笑话，咱伫绿岛内面生生世世，是为了虾米呢？为什么要伫绿岛内底？无别项，都、就是学习放下。到倒一天，你伫绿岛内面，甲执着即门功课做圆满了，什么也未执着了，连佛法也未执着了。连自性啊，清净光明体也未执着了，迄名嘛，你执着即个名要创啥物？拢总放下，容许你咯，即阿罗汉果咯。你伫佛法内面得到小成就咯，六道无咯。你永远袂搁再对六道咯，袂搁再去轮回啊！你甲看卖，咱嘛无学别项，就是学放下。经教有学无学啊，无所谓。释迦牟尼佛甲咱表演俩，学了12年，也都要放下。无放下，还阁是袂用了，就变成障碍了，叫所缔障，放下了。慧能大师甲咱表演了，无需要学习啊，毋捌字，毋捌读过书，一生一步。经都毋捌听过，伊安怎生活呢？放下，梦想分别即着拢总放下，所以是放下多多立地生活，多多是美如啊。是杀人的武器呀、啊，比如什么？比如伤害咱的发心慧命啊，都、就是妄想分别执着，亲像一支刀刀共款。如果毋肯放下，你伫佛门内面所修的一切，拢叫做福德，无功德啊！大概伫中国佛教思想。讲到修复，可能一直到今仔日，也无人会当啊比到牛牛的。牛牛的建造寺庙，480座啊！哦，是这个人。这是佛法啦，照顾出家人，10几万人啊！受这么大的福报空前啊，咱毋敢讲绝后，但是一直到今仔日，无人会当赶着伊。
你看，但毛主席来到中国，跟牛母弟见面，牛母弟真祝福，向但毛主席请教，讲伊这一生佛法的工作，问但毛主席，我的功德有大无？但毛主席甲伊讲，并无功德。哎，知影并无功德呢？对于伊问即句话就知影咯。我的功德有大无？你看我的五执无破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呀。我上、人上、众生上、寿者上啊，伊全部拢有啊！伊无放下，功德是甚物呢？功德是定慧啊，该毋是啊，该是福德啊！即、这个主要怎样啊？应该得定。迄、这个界都、就是功德。如果界饲甲真好，无得定，无开智慧，迄、这个饲界都是福德。功德甲福德一定都爱创互真清楚啊！功德会解决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生死大事啊！会开悟，会证果，这是功德，福德未用的啊！福德所感得到是来生的福报啊！福报较衰咧，伫人间啊。人间啊，得富贵啊，福报大呢。人间无遮大诶福报，去天顶就升天咯。啊，四皇天、斗帝天，也摩天以上，也都爱有一点仔定功，就一点仔定。但是定无修成功，伫佛法叫做迷道定，就是考试无及格。这是啊，顶面的四战天，欲界、夜魔、道术、化乐、他法自在天。修定无及格啊！如果定修成了，都未伫欲界啊！即、这个诸位都爱明了啊！定修想要安怎呢？甲烦恼伏诸咯。有当时啊讲断，但是还知影毋是真正断，伏断。可能讲呀，石头地草啊。无拄根，但是咧，伊未起作用，伏诸咯。这是六道啊！如果即个烦恼真正断去咯，那就未伫六道。伊啊，证阿罗汉果，伊出去咯。这才是咱一生修学。真正诶目的所在啊！自行就是化他，你甲别人做出好模样，互人看着受着感动，用你学习吧。这真正是化他。
菩萨在修行过程当中，遇到缘分，唔通泄气，泄气安怎？泄气你无慈悲心啊！你慈悲心伫倒位表现呢？真少现在这个时代，众生真苦啊，灾难真多啊，爱帮助无？哎呀！帮助要有助缘啊！我想帮助，无即个缘是袂当帮忙啊！袂当帮忙，就用家己修行的内功回向。有效，毋是无效果啊！你家己真正修行有功夫咯，即、这个功夫回向，会啊帮助伊化解灾难呐。家己无功夫，那就无办法咯。哎，对世间人所讲的，心有余力不足啊！我有心帮忙，我能力做未到。一个能力有两方面，一个是道行，道行啊，一个是福报啊，这两项拢有咯，也不可思议咯，那是大功德啊，那无福报，有功行。伊修的是功德，有福报无功夫，伊修的是福德啊！拢大家赞叹啊！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咱就知影讲，修行最重要是戒定慧啊！佛法内面称为三学，《大经》《大论》，《大经》是华严经啊，《大论》是大智度论，佛菩萨拢甲咱讲咯，戒为无上菩提本。我伫十善业道经六个人讲，十善这十条是临天法啦，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的大根大本啊。临天法，那就是咱起一个厝啊，起一个厝啊，无上菩提，那像是100层的大楼啊。十善业是什么呢？十善业是这个厝的地基啊。你无拍好地基啊，你起未起来啊？你是袂当无重视啊！今仔日若是什么社会？这佛法有路用无？学着佛法有真正好处无？
讲实在话啊，无好处啊。为什么呢？大圣警告，讲甲真白真浅，听无啊，无人入去啊。伊未着真正受用，若要讲有好处，有路用，也讲会通。什么路用呢？帮助一切众生伫阿赖耶识内面证一个真智啊！所谓一念离根。因为道证啊，你阿赖耶识内面正有华严经的经记咯，这真可贵啊！但是这一生当中，伊未起作用，伊对你真正是未当帮忙啊。为什么现在人无要学经教咯？华严经是伫倒一个阶段课程呢？最悬的啊，研究所呀、啊。现在大学啊无读过啊，中学无读过啊，小学也无读过啊，一下就要听研究所的课程，哪有可能呢？啊，若是讲啊，咱伫阿赖耶内面啊，正善根这会用哩。啊，咱知影，学佛的人，啊，小可脱离境界的人，明白啊。古今中外，啊，法师讲经的道场，听众多啊，肉眼看到呀是一挂，肉眼啊看未到的，也够真多呢。特别是大乘教，咱啊肉眼看未到。啊，看未到呀！迄个众生可能啊，真正得利益咯。为什么内面有未少程度比咱较悬呐、啊？悬正多啊！世尊当年在世，每工讲经。影像当中拢有开悟，拢有证据的。咱那伫经论内面，常常有看到有这款的记载。现在人无咯。为什么呢？无人教，追根究底啊！对细汉厝内无人教，教育啊，最重要的扎根教育是伫家庭啊。什么时阵？所以，圆满的啊，就是老母有心的时阵，有心即十个月，心无恶念，无邪思啊，啊，目睭
袂看一切不善的物件，耳孔无听邪恶的声音，口不出恶言啊。绝对无妄语，无良舌，无绮语，无恶口，心固执端正啊，害你伫咧学习。从无用静啊，对这个所在开始啊。中国早年，周家的三太是三个妇女，因了解啊，因就是安尼做啊，所以因的后代，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。大圣大贤出现了，伊即款良好的基础，到伊大汉接触到佛法，升起欢喜心，认真学习。一生菩萨，一生佛，这是自然的啊。透佛经顶面的一句话讲，万念如是啊。中国佛教，成佛成菩萨，代代拢有人啊。慧能大师啊，所证到的。甲释迦牟尼佛所证的是共款的呀，无差别啦。离婚者、过婚者都是差别啦，无差别啦。拢是甲妄想分别执着，拢总放下咯，丝毫拢无留咧。所以，咱的修行，修什么呢？放下利益啊，看破是智慧。你真正肯放下，你心就清净了，心就平定了，清净心生智慧。慧在倒位？慧在清净心吗？所以，咱的心情若是真乱，心浮气躁，你所生的是烦恼啊！伊去研究、去考虑、去思维，拢无离开烦恼啊！烦恼是甚物呢？烦恼是自私自利啊！就是为着别人、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整个世界，自私自利、平分利用都无放下，也是烦恼啊！清净心无现前啊，无智慧啊！啊，伊想来想去是甚物呢？是知识，毋是智慧。啊，智慧内面啊，绝对啊，袂用你夹杂。只要有夹杂，那就是属于智性。
智慧会解决问题啊，决定无后遗症，而且是完满的解决，知识是袂用的咯。所以咱知影讲，咱啊，逐工伫咧学习的，特别是学习大成，就是学定学慧。定就是啊，清净平等，无论是经经题哩，清净平等，伫这经题哩，觉就是慧，清净平等觉，释迦牟尼佛伫无量寿经里，甲咱讲。清净平等觉，就是阿弥陀佛啦。阿弥陀佛的别号叫做清净平等觉啊。念清净平等觉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念清净平等觉。啊，对这所在，咱也真容易去体会到，念佛的人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呢？每天提着念珠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天十万声，不容易啊！为什么也阁未相应？也是无清净啊，无平等啊，伊无觉悟啊。啊，咱就知影咯。声阿弥陀佛，对心内念出来。什么心？清净平等觉。哎，就是啊，古代的讲呀，一念相应啊，即句啊，阿弥陀佛，甲清净平等就相应咯。一念相应，一念佛啊，真念啊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这不得了咯！啊，你念佛哪会讲未成佛的道理？那明白咯，所以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拢甲咱讲，佛法是心法啦。佛法是内学啊，向内求，未向外求啊，真有路用啊。自古来宾，咱特别注重这个用力。融合成一体啊！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啊！完全用作慧啊！定就是慧，慧就是定。初学的时阵，是先有定，然后有慧。真正相应的时阵，就啊用心一件代志咯。伊都上进啊，
伊即是倒即是。这什么代志呢？伊是讲性啊，都是讲相啊，相搁较侪，万事万法，这个万是形容，毋是数目字啊，无量无边。无所无尽的法相，会记得哦，体也是一个啊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，所以万法平等。法皆如啊，不但如其性，我讲的相，这个相甲迄个相有差别无？离分别执着都无差别了，差别是对分别执着起的啊。分别执着毋是真的啊，离开即个差别，平等性啊，现前啊，平等相嘛也现前，毋若成平等相也平等，明显的离体是一，明显的诸多法相。那会讲袂平等的道理呢？说啊，兼修果啊，前后是咧讲时间。这三句的内底，理事定会一道，内面拢含着现代科学所讲的时间甲空间。伫诸法实相诶内面，有时空无啊？真正无啊？现象，我伫大乘经上讲甲真好。当处诸生，随处灭尽。一切法伫倒位呢？当下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！当下一念断了，什么现象都无了。十法界已经庄严。佛讲的啊，梦幻泡影啊，有亲像咧做梦共款精神咯、哦，精神啊就拢总断咯。你精神啊，迄个梦也敢会继续咧？无啊。咱眼前的事相都是安尼啊。所以，瑛伽大师讲得真好，梦里
明明有六处啊，咱今日从六道轮回在做梦啊，你袂当讲伊无啊，甲休空空无代签呢？你若是一个角，什么都是念头断咯。代签就是六道，六道就是代签咯。三千大千世界无去咯，梦中神咯，梦中之事啊，诸佛菩萨教导咱，这两句话真重要啊！诸佛如来出现的世间要创什么呢？做梦中佛事，就遐知影，什么叫佛事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刚经教学49年，叫做佛事啊。见水月道场，做梦中佛事啊。水月，暗时伫水池啊边，看到水池内面有一个月娘啊，知影是记月娘的影，毋是真的。见道场是水月道场啊，做佛事是梦中佛事啊。千万毋通讲有丝毫的执着，我常常甲同学斗阵，互相勉励，袂当讲有对立的念头，毋通讲有占有的念头，毋通有控制的念头，咱的心清净咯。平定咯，你是用真心啊，用真心啊，你就是佛菩萨。如果咱若是做一寡代志，都、就是做佛门内面的代志，见道场做佛事。咱若有心，有自私自利的心，有分别执着的心，迄毋是佛事，迄是虾米呢？伫咧做六道轮回啊！你所做是善，利益大众，你在做三善道啊！啊，你完全为自私自利，毋是讲为着别人啊，为别人的目的，也是为家己，毋是舍己为人啊。就别人成就家己，这也是咧作业啊。也是咧做三木刀啊。不过伫这三木刀内面啊，就会靠少啊。为什么有利益众生？恶道内面也真复杂啊！有人伫恶道内面，有受甚物艰苦啊？
业力的感应啊，业感嘛。因为伊是福德，毋是功德，所以爱记哩，功德是清净平等心，祖先是功德啊。清净平等觉，诸恶嘛是功德啊。为什么？诸恶是帮助人消业障啊，要那无伊业障安那消呢？伊用什么心做恶？用怜悯心、慈悲心做恶。有这个礼无？有《华严经》53参内底有。帮助你消业障，伊家己咧，家己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，菩萨啊，毋是凡人啊。啊，即句来对。最重要的启示，很难讲。以真法界，诸法实相内面无时空，大勇自在，无障碍故。你讲起用，用有两种，一种是啊，帮助家己提升，另外一种是帮助别人提升，但是提升的进程，也就是讲，你的修仙，你的积德已成。必须爱甲业障消除，业障若是无消除，提袂起去啊！想要提就提袂起去啊！为什么业障在障碍你啊？在妨碍你啊！所以古代的上讲呢，咱行善。理论行先，先书改过，就这道理。啊，咱要积功累德，无生加业障消除，这个功德就未当成就啊。头前啊，主因也是听有，你就明白咯。你做的也是福德啊，功德无分啊。学佛的同学，这点你若创未清楚，也家己认为讲这一生啊，我修了未少的功德，产生误会啊。凡事是清净平等心去做的是功德。啊，想看嘛，咱啊心清净无？咱啊心有平等无？毋是清净平等心，修的是福德啊。福德的果报是伫六道，六道内面的福报啊，善道啊。功德是什么？功德是了生死出三界啊，那是功德啊。
净土宗特别法门，一生造作恶业，临命终时，真心忏悔，一念心念拢会往生，这叫咱信啊之法，一个人肯相信。唔相信啊？有甚物可能呢？咱的目睭只看到这一世啊，唔知伊过去世啊。如果你若是有天眼，会看到过去，会看到未来，啊，你就恍然大悟了。这个人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。修这功德啊，临终的时阵出问题了，不是本身出问题，还请祭祖来扰乱啊，伊受了干扰，袂当往生。这一生到人世间来。一生无拄着佛缘啊，临命终的时阵才去拄着，这就拄着伊过去阿赖耶内底的这个善根，这个听，伊就相信，伊就接受，伊就依教奉行。时间虽然短，成就啊就非常的殊胜，是这款道理啊。唔是无原因啊！讲实在话，世出世法内底无五年的啊，拢甲前世有因啊。咱明白这道理就袂疑惑啊，知影佛法非常殊胜，所以造业。免惊，毋通逐工提心吊胆、担心即个无量无边的恶业，就是惊你毋肯忏悔，即个忏悔就消了。忏悔爱烦恼啊，毋通温磨啊。派意思讲出来，文唱的内面，那是什么？那叫做业啊，罪业。你甲罪业唱伫你心肝来深处啊，那都是你的这个病根啊。你若未破病呢？你若未生烦恼呢？你要安怎消除业障呢？啊，咱最近看到民国初年王凤仪一生的这个事迹，伊甲人讲病，病讲讲的就会好。道理啊，都是这个啊，都、就是忏悔啊。我讲，美国的卫生心理医生，一寡疑难杂症，用催眠的方法，让伊回去到过去世，回去过过去世，把伊这一生现在得的病因查出来，查出来了后忏悔，病就好咯。讲这个道理啊，佛法内面讲忏除业障，都、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忏悔啊，爱烦恼，
王老先生讲的啊，你心肝内就是讲小可的一寡小事，你尽量去回应，尽量甲伊发掘出来，甲伊啊讲出来，讲出来吐掉啊。伊叫即个物件叫阴气啊，阴气是病菌啊，甲伊吐掉。你啊吐掉即个阴气了后，你输入去是阳气。这是啊，健康的能量啊，这讲啊真合道理啊。你家己吐清气咯，你身体就健康咯，就无病咯。这甲外国人讲的温书馆啊，拄啊好颠倒病。温书是啥物？啊！你甲即、这个，你毋肯甲别人讲诶话，即种不善诶代志，藏诶心内，永远是你诶即个病根啊！啊，你诶病就对遮生啊！你甲吐出来了后，你诶病根就无咯，你袂破病啊！啊，咱看到足侪人讲呀，甲佛法讲的是共这道理。而且咧，伊是啊，真正有路用，真正甲这个病医好。所以咧，医药的范围啊，是真正有限的啊。真正医好病，主要是伫这个心理啊。这个道理，真久以前，咱啊就明了咯。但是呢，并无遮清楚啊。我伫真早，伫美国迄时阵，我就知影咯。这个病甲心理关系真大。哇！有一摆伫达拉斯感冒，几日讲袂当讲经，同修啊，带我去看医生，医生嘛是中国人，伊甲我诊断，甲我开处方，我甲伊讲，啊，我讲医生会甲病人诶病医好。毋是伫咧医疗，伊听真奇怪，为虾米呢？我讲心理占90%，伊人相信啊医生，无怀疑，医生也相信病人，对信心当中，甲病医好了。我讲啊，如果病人对医生怀疑，对你的医道啊怀疑，对你的诊断怀疑，对医药怀疑，伊搁较好诶物件袂当医诶病，伊也同意我诶看法啦。这个医生听讲现在无治咧咯。无偌济岁啊！我讲无偌济岁，大概嘛是有五六十岁款啊。啊，阮斗阵伊比我较少年啊。啊，由此知影，精神。确确实实影响身体啊！啊，唯识四书最后一本《佛教堂下》，这本书内底
伊何止讲啊，一字爱。真情的爱心，真无用生出来啊！爱心是性德，你自性内面本来就有的啊！而且咱常讲啊，万德万能啊，万德万能的第一德，第一能就是啊，爱心。对于一生当中啊，用催眠术啊来治疗，伊得到这个一结论：你要安怎，把你自性的爱心发掘出来？你真正爱你家己，你真正爱别人，你真正爱山河大地，爱花草树木，爱一切众生。哎，就是啊，神啊，人甲神无差别啦。可是人甲自性啊，迷失咯，甲爱心变做自私自利，变做贪嗔痴慢，这就错咯，就做业啊。啊，所以家人换一个地位去想看卖，唔通啊以家己为本位，处处以人为本，中国人讲仁爱，仁是两个人。想到家己，就爱想到别人。这是人人啊，上好啊，是先想别人，然后想家己，这姓林啊。想家己无想别人，这是凡人啊。诸佛菩萨无家己啊，无起心动念，所以伊下个是法界。一切众生其感应都高啊，这是大勇自在啊。普门品内面赞叹观世音菩萨，千处祈求千处应啊。迄、那个千毋是数字，多一个所在众生有感，菩萨啦、啊、就应伫伊诶面前啊。用伊什么心得到，伊就现什么心。菩萨有分别无无啊，自然呢、啊。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啊。这个众生想见佛，伊就现佛心。啊，这个众生想见菩萨，伊就现菩萨心。这个众生想要见伊祖师身份，伊就现祖师身。有菩萨从来都无分别，无执着，随着众生的心愿啦、啊，无按众生的心愿，众生想要听什么款佛法？
就该讲什么佛法啦？众生也未起念头，菩萨现前咯。这是什么？你虽然无起心动念，你心内有啊，你无讲出来啊。结结微细结球啊，家己也毋知影，何是感应啊？伊就来帮助你甲问题解决咯。为什么？咱啊，凡夫毋知影，菩萨知影。你甲菩萨是一体啊！这是同体大悲，无言大慈啊！菩萨来帮助你，因为伊甲你是一体啊，无任何条件呀、啊。咱啊，所有一切众生，拢甲诸佛菩萨是一体啊。咱啊，虽然毋知影，绝对毋是讲咱毋知影，佛菩萨就无咧管咱啊，无这道理。咱甲一切众生一体啊。咱甲树木花草一体啊，咱甲山河大地是一体啊，咱甲变化界虚空界也是一体啊。华严经上甲咱讲即个事实真相，佛菩萨的慈悲心、爱心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遍救一切众生。亲像经常讲的，小智一微一尘，大智虚空法界，清净平等觉啊。这叫做大勇无方啊！这个所在讲大勇自在，无障碍故啊！头前这几句，啊，咱就学到这地，咱刷落来，过来看下面。这入正门咯，也乐观者，一者，伊啊，已经是六段，这第一段，第一段叫做入境归心净空观呐、这内面的意思是讲，心境不离，应该万殊万法，所显、所生。所变的一切法，拢总叫做境。咱的身体嘛是境，人生的是心，佛在大经里面常讲的啊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。对对来，心现色变，这是什么？妄想分别执着，
也变了。如果离开啊，梦想分别执着，伊就未变。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，是心现无色变。所以咱做一经法界，啊，西方叫做世界，是一经法界。华严经上讲的法中世界啊，都、就是一经法界。因是十法界，伊啊，迄个所在只现出来就未变，啊，变化对对来，变化对分别执着，只要一个有分别，马上就产生变化，有执着的，更加是不得了。啊，立境。归心，啊！外面境界拢总修倒转来，归到心啊，心是真空啊，境不可定，心境不离，容不可定。竟是无烦呐、啊，刹那生灭。弥勒菩萨甲咱讲诶，伊弹指32亿8000念，念念生行，应该有色，应是境。色嘛是境，咱现在讲现象，形是物质现象，色是精神现象，这两种现象都是对心现出来，心。唔是精神，也唔是物质。啊，头前啊，咱阿捌学过真空观，学了理事无碍观，也学了事事无碍观。下面，演唱国师有解释：为三界所有法，唯是一心造；心外境无一法可得，故曰归心。这是讲立境归心。三界有这个理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个三界，有都内面的代志啊，有都内面最差的都是欲界，是第三顶啊。比欲界较悬呢，是色界；比色界悬呢，也是无色界。无色界有四天四禅，色界有18禅，欲界有6禅，所以三界啊，三界合起来。28禅天啊，色界18禅，
分是四弦、初弦、二弦、三弦、四弦，这佛经上讲啊真清楚啊。三界所有法啦、啊。唯是一心做啊！就是一心所现的，这个毅力应该真妙啊！这个。一心啊，是什么呢？一心就是心动咯，心若不动，伊拢讲袂着。一念不觉啊，一念不觉啊，就叫做无明啊。佛经上称这个叫做无始。无明，不开始呀、啊！无开始，当然就无结束。哎，有始才有终啊，无始哪有终？就是那一念，这个一念那灭咯，归一念起来咯，起来这个一念，不是头前的迄个一念。这些人来怎样呀？前念啊，不是后念，念念不相道啊，伊是假啊，不是真的啊。咱今仔日看到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是相属相啊，也得佫加两字，相思相属相。毋是真正相属相，真正是一个煞一个，迄是真诶，毋是啊。每一念念念不相道啊，念念不相应啊，所以是幻想。如即念头断了，相就无咯。到什么时阵断呢？到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连无始无明的习气拢断了。这个华严是妙觉位啊！菩萨五十一个阶级，最悬到顶格，顶格过去去叫做妙觉，迄时阵也就无咯，无始无明是去无咯，还原啊，真正还原啊，还到倒位，还到相即光，回归到性体了，会起作用未？也是起作用。为什么起作用？是法界内面已经庄严，是自性变的。伊虽然还原了。也有真侪人还未还原，还未还原的人，因若有波动，即、这个波动，你知影？你接受即个波动，珠珠连连也应啊，就感应咯。
这个用无起心动念，甲无起心动念，用无起心动念，自然就现象了。不可思议呀、所以咱学佛的终极的目标是归心，知影讲所有法都是心，这个心就是本性，心性以外。无一法可得，故爱归心。为一切分别，但有自心，真无心外境，能悟心为缘。这讲了好啊！十法界已经庄严对对来，分别来啊！头前所讲的一心。就是啊，法相中讲的啊，阿赖耶，用现在话来讲，就是一念懵懂，或者讲是一念不觉。称之为。无始无明，无开始，一动，这一个动，咱就袂甲叫做真心，袂甲叫做自性，该好只名叫做阿赖耶。阿赖耶叫做总色，总是什么意思？含总啊，就是称呼共款。这内面什么物件都拢有啊，实际上都是慧能大师，还我时阵讲的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伊伫个无起无明的时阵，本自具足；起无明的时阵，人生万法就叫做阿赖耶。什么呀？伊拢会变，拢会现。阿赖耶都是普通。阿赖耶三世相，第一个相是业相。也不是普通啊，这一个普通就起了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是什么呢？哇，出现了。我是安尼出现呢？我执，对着我是啊，四大烦恼，四大烦恼第一个就是执着我见了。金刚经顶面讲的，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
一个起来，拢总拢连着起来咯。这是烦恼的根啊，就是我，有我就有烦恼咯。什么时候讲我无我呢？啥人生烦恼啊？烦恼无咯。破病无我，啥人破病呢？无我，啥人生死呢？全拢无咯。什么麻烦拢是对我生的？即内底抑阁附带着我爱，我爱是啥物？贪嘛，我慢，我慢，我慢是嗔恚啊，我痴，你甲看贪嗔痴，是根本烦恼啊。对着我生起来啊，无我，这三个拢无咯；有我，这三个连带拢起来咯，叫做四大烦恼相相随啊。这是原那色啊，伊出现咯，伊一个出现，物质现象就出来咯。物质现象叫做境界相。就出现了，所以精神跟物质同时出现，我跟宇宙跟一切办法同时出现，无前后啊！啊，我的身体有变化，念念拢在咧起变化，外面境界嘛是念念拢在起变化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叫做啊，一切分别。但有自心嘛，你的心在动，外面境界拢在在动，你的心清净，外面境界无一项未清净，这净土啊。净土伫倒位？四性法界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是法界内面最悬的四层净土啊。我心未清净，有烦恼，马上四性法界就无看到咯，变做秽土咯，六道。六道念污未清净，念污内面有善恶，主要知影净土内面啊无善恶，十法界内面、四圣法界内面无善恶，伊无执着啊。六道内底也有善恶，善恶拢是念嘛。心善、行善是三善道啊，心行不善啊，三恶道啊。是家己心内变现的啊。对分别执着生啊，但啊，如果真正把这个道理创清楚、创明白，现在地球上真正多灾难，是不是化解？会啊，千年古，只要住伫这个地球上的这些人呢，大家也加不善的心啊，不善的念头啊。不善行为，
放下。呀，咱若有心先、念头先、行为先，所有灾难都无去咯。为什么呢？这一切境界从心上生呀。咱的心先到两边拢无想，恢复到清净，六道就无咯。四性法界啊，净土现前呢、这个道理好讲的啊，你会相信未？佛无妄语，但句是真话啊。金刚经上讲啊，如来是真语者，是语者，如语者，什么叫如？完全甲事实真相共款呢？这是如故啊！啊，咱如果能信，应该能照做，果报就现前。这都是如来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呐、啊。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啊，一切苦难是啊，不善业所感，啊，一切清净国土是净业所感。这个世界不是别人做的呀，不是佛菩萨做的呀，不是上帝做的呀，也不是阎罗王做的呀，家己做的呀，家己做的，转变也是家己，别人袂当替你转变呐，这内面。有共业，有别业。共业是什么？集体创造的，这是共业。别业是个人呐、啊，集体、社会是集体，集体行为，国家是集体，宗教是集体。集体做诶，称为共业；个别做诶，是别业。啊，伫果报上，别业别报，共业共同报啊。共业内底有别业，别业内底也有共业。下面讲真如心外境，人有心为缘啊，这就是讲。绝对无心外境界，啊！你的心去感应道交，无即款代志。咱若现在怎样？
这个竟是心我，唔是啊？心我哪有竟啊？头前即句好啊，情无心外境，心外无境，所以心甲境是毋是你？阿赖耶，阿赖耶的三世相啊，第一个相是震动。这一个震动就生两个现象啊出来咯，这个咱伫这个论文内面讲起利用啊，利用就是正报甲依报啊，正是依报，心是正报。这个心的意思真多啊，有真心有妄心，咱现在拢总咧讲，这个心会使讲是真心，也会使讲是妄心。妄心是甚物？阿赖耶，真心是自性，自性能现，阿赖耶能变。真妄不离啊，心境一如啊，关系偌密切的啊，关系你若是弄清楚、弄明白。而且真正会甲影响家己，应该放下，拢总放下，应该提起，自然提起。咱啊，即款的根性，积极成长，生生世世。有学习的习气，咱现在所谓知识分子，有啊求知的习气，这个习气真深。凡是有这个习气的人，或者安怎度伊呢？先互伊啊解悟，看破，然后再教伊放下，放下就静着咯。伊明了咯，袂当放下，伊得袂着受用。伊也是会继续作业，记录到轮回。明白了后啊，肯放下了，袂阁去录到轮回了，伊诶灵性马上上升了。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